小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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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大哥，白天的事儿我还没有谢过您。当时中国人救中国人的事，不用谢。既然您不爱多说，我也就不多问了。但是从您的身手和样子，我就知道您一定不是普通人。我只是个普通的中国人。我不知道您是哪条道上的，但是既然您敢冲日本人开枪，我就打心眼里敬重你。说完了吗？说完就走。 大哥，既然你帮过我一次，我想请求你再帮过一次。有一个国民参议叫宁远航，您知道吗？你找他干嘛？您认识他？我是从北平来参加学术会议的，听说宁远航先生一身正气，学识渊博，更重要的是他是个抗日的强硬派。为此，我希望能够结识他。 并说到他的电波。抗日的强硬派，这话说得不错。那您知道他在哪儿吗？你走不走？你不走是吧？我走。小子，你要是敢动宁先生一根头发，我还会给你几颗子弹。但是这次不是放在你的枪里，我把它都放在你的脑袋里。